一，山歌林波城号转魔王。在2022群雄第四赛季的决赛名单中，山歌的林波城号已经转成了魔王。这个号不仅拥有金珠和青花瓷，还有一条3700灵力的专用项链。二，风少13红镜台童子打善恶，二狗操刀，给紫禁城风少的13红镜台童子打上了善恶兽诀，善恶直接顶掉了高级钝器，运气真的是非常好。接下来这个镜台善恶童子还会打上神马兽诀。三，风少买梧桐，三特殊涂山瞳，风少已经买下了梧桐手中石红三特殊的涂山瞳，给自己的109号使用。涂山瞳作为寺内丹的宝宝，最适合的等级就是109神威组。四，鱼岛锤哥买11红镜台。鱼岛地府锤哥在加盟之后一直在为团队更新各种宝宝，近日他买下了一只11红的镜台魔童，未来将会打上善恶兽诀。五，群雄决赛时间表，8月13日将举行109/129/119/175四个组别的群雄决赛，其中175珍宝阁与鱼岛的巅峰对决将在21:30开始，小伙伴们一定要准时收看哦。